不共得路不共事路呗，三郎我们三代人家把地主的，他叫我们路，那那那，哦我们那个嘞，新村那里别看我们那个新村那里，他他他不玩的，我们那里钱比较偏门看比较贵的，他叫我们一百多嘛，接触的土地也不来，他叫我们路，啊路线那里的话，哈里的有啊路嘞，江马路江南是江南过江嘛，路亚山那边吧，是说了苏州米大别过烟。这个你那个，你妈打个毛利外线那东西，超市个那卤牛的二八十里呢，你妈都个把那卤牛的应该，吹牛米就应该做一块吧的，因为呢，你妈还给你补了培养补贴的，补了他了，那么那把皮都没得，还没到一些，没走嘛啦，没人没人啦，因为忙了嘛，走嘛，因为从来弄的，因为皮都皮的，因为嘛了，他那来家的，卤些米他人家来的话，卤皮家的卤些的，把卤完这边的伊苏他的卤些的，拉面的嘛，卤酱面卤些。啊，公路加嘛，千难发生，啊，这天的别发生，所以将苏州面条飞过烟，哎，云南的多少家发生？哎，你妈这个娃路难用哈，你的娃嘞，走在脚宽的面，心的面喏，这里呀，娃，你们的那个公路，我听你，转了那木吧，哎，云南现在才给你爸爸呀。Hey!
Thank you.